各位观众，欢迎收看金融频道。今天是2019年10月20日，我们在三周前呢有播种这个柠檬香茅、除虫菊、薰衣草在这盆播种在这边。那在大概三周播种后第三天呢，柠檬香茅它就先发芽了。那之后一周7到10天呢，就是轮到除虫菊发芽。那一直到现在呢，薰衣草呢到现在都还没有发芽啊。那当天呢，其实我除了播种这三个种子之外呢，我也就种了这个水晶冰花，那水晶冰花我种在这边。然后后来呢，我们当时是在三楼播种，然后后来播种好之后就拿到了天台来。天台呢，现在呢，我们放的这个位置呢是太阳没有办法直接晒到的一个位置。那偶尔呢稍微比较可能中午过后呢，可能稍微晒到一点点。那还可以，那到下午的时候呢，其实这里有水塔挡住呢，挡住阳光呢，其实是晒不太到，也晒不太到阳光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将距离拉近点，带大家来看一下这几种，现在播种的生长状况。我们现在呢，我们先看到这边这个比较多的地方呢，这是柠檬香茅，柠檬香茅播种下去之后呢，大概三天就开始发芽了，这野性比较强，所以它长得比较快。各位现在看到这个位置呢，1、2、3、4、5，这几株呢，你看它小小绿绿的，这个是除虫菊。那除虫菊呢，你看这个发芽率呢，其实并不是很高，只有一点点而已。再来呢，我们来看那个薰衣草。当时呢，我们买的薰衣草是其他国家的一个薰衣草，我忘记我们买的是哪个国家的。那个薰衣草呢，种下去呢，到现在都还没有发芽，三周了都还没发芽。根据我以前种薰衣草的经验，只要不是台湾本土的薰衣草，丢下去种几乎都不太会发芽。应该说我种下去从来没有发芽过。所以呢，这一批呢，我又买回来呢，再丢下去种呢，会不会发芽呢？我也不清楚。因为根据我以前的经验呐，发芽率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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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低就是了。反正从来没有种发芽过就是了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水晶冰花长什么样子啊？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个就是水晶冰花啊。这水晶冰花呢，当时我并没有拍影片。那我现在呢，把这个三周后的生长状况呢拍给大家看，然后顺便跟大家讲解一下。其实我在去年的时候呢，有在种这个水晶冰花，那个影片连结我们放右上角给大家参考。后来这个水晶冰花呢，我放播种后呢，我又把它拿到天台来。那天台呢，我就直接晒太阳，结果太阳呢太强大，当时去年的天台的天气可能温度还太高，结果呢，整片的这个小苗都被晒死了，所以呢，这次我就学聪明一点了，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太阳比较晒不到的位置。那现在各位你要看到这个生长情况的是，已经很健康，还不错，正常的生长。那我要跟各位说，如果你是在台湾的环境呢，大概十月多开始播种的话，如果外面的阳光很强的时候呢，可能需要遮阳一下，暂时不要让它直接晒到太阳，因为小苗晒太阳可能会被晒死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影片呢就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播种的情况。有兴趣的朋友呢，你可以自己去尝试种植看看。感谢收看，再会。